香港的、台湾的，还有其他的地方，真的就独缺新加坡的。是你的，让所有的传媒认定了罗志祥这一届就是一乐传媒推荐的全方位艺人，而且当然也是罗志祥本身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奖是实至名归。他们尖叫，我就有点担心，因为接下来就是真正要带给大家一个很精彩的一个 special。然后第一个 special 媲美我在台北的演唱会。哇！然后也为了这一次的颁奖典礼，我带来了六位 dancer， 都是非常精英，再精英不过的 dancer。话不多说，麦克风，请你交给我。对对对对。